游戏星座黑神话悟空最近成为网络上最夯的话题，现在还出现了台语版。幕后的配音高手是有布袋戏大侠之称的黄立刚，那么影片上传才四天就已经有上万人点阅观看。齐天大圣孙悟空乘坐筋斗云直上天庭，与二郎神率领的天兵天将正面对峙，大战一触即发。俺老孙什么光明荣外，祈求回到这花果山中路。这是最近讨论最夯的游戏大作《黑神话：悟空》游戏片段，但仔细一听，这配音怎么这么有台味？飘渺之时，天救轮回。中国游戏台语配音超级接地气，但不同语言一样到位，影片也意外爆红。幕后配音员是有布袋戏大侠之称的黄立刚，过去因病开刀休养一年多，搭上电玩热潮悄悄复出。他同时也是金光布袋戏负责人，道地的口气、传神的演绎让网友大赞台语版更有气势。在台语的配音上面呢，我是选择比较文读的配音，那很多人听完就会觉得说，哦，好像在看布袋戏。把国语转换成台语，加上一些布袋戏的元素，意外爆红，粉丝敲碗，期待续集。记者郭正义与您报道。